2013年 Paper 1第24题 The probability of student A being chosen as a school librarian is 1/4 OK 学生 A 被选做这个图书管理员的机会是1/4它的几率是1/4 Where the probability of student B being chosen is 1/6那么 B 被选上的机会呢是1/6 OK 我们先来看、哦、我们先看 A 那么如果 A 呢他被选上的话他的probability 是1/4，对不对？好、哦，那么它有可能不被选上嘛？那如果不被选上的话，我们在这边用 A prime 来表示 ，OK， 就是 A 的另外一种可能。A 表示说它被选上，好、哦，它被选上的机会是1/3，那么不被选上的机会就是1/4哦。OK， 好，接下来呢到 B 哈、哦、，B 也有两个可能嘛，一个是它被选上。被选上的机会呢是1/6 ，OK， 那么不被选上的机会呢是1/6，啊、哦，大家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先哈、哦、，OK，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题目。首先 ，find the probability both of the students are chosen as school librarian， OK， 啊、哦，这个题目这边应该少了一些字哈、哦、，find。The probability that okay, both of the students are chosen, 两个都被选上，这样 A 要被选上 ，B 也要被选上 ，OK。那么 A 被选上的机会是1/4嘛 ？B 被选上的机会是1/6，所以呢，因为两个都要同时发生，所以就把 A 被选上的机会1/3。乘上 B 被选上的机会1/6、哦、我们用计算机算出来答案就是1/5好接着 B Only one student is chosen as a school librarian 只有一个人被选上只有一个人被选上意思说 A 被选上的话 B 就不能被选上或者另外一个可能是 B 被选上 A 就不能被选上所以呢在这个 B 里面我们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 A 被选上那么 B 就不能被选上对不对 OK 另外一个可能呢是 A 没有被选上那么 B 被选上 OK 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两种可能的 probability 他们的 probability 是什么 OK 我们先看第一种A 被选上 B 没有被选上那么 A 被选上是1/4那么 B 呢不能被选上是1/6就把1/3乘上1/6 OK 另外一个可能是 A 没有被选上可是 B 选上了 A 没有被选上是1/4 B 选上的是1/6所以呢就是1/4乘1/6好这些分数的运算呢我们都可以利用计算机来帮你算哈最后呢我们得到的答案就是3/5